我的。这是石头乌龟啊、哦。然后它下面怎么黑黑的？它没有洗干净啊。对啊。这里怎么哇？它的肚子，它是木头做的耶。对啊，木头。哦，它是木头乌龟。哇，这里还会喷水耶。哦。这是石头。那还有哪一个还没有看到？脚踏车。这个是造景的脚踏车。对呀、啊，很漂亮哈、哦。这是造景的花架。哎呀，这个是假的草哎。对啊。啊，这是假的草。草地。草地，对，是草地。那我们去那里看大白鲨的玩具吧。哇。这个游泳池好像很赞呢，它是金鱼吗？啊，对啊，这个很大。这是金鱼，那旁边有一个小的大白鲨。啊，这个大白鲨都把你吃掉了。对啊，你看有两个小孩子被吃掉了。嗯、啊。游泳池啊、哦，好像很好玩呢。嗯，还有小孩子。啊，被吃掉啦！嗯，这个小孩子怎么变成头在眼睛在下面，嘴巴在上面？怎么相反过来了？那这样不会头晕吗？嗯。哇塞，依依还在看哪一个？